好，这边来看一下机器对阵架的第一局上半场，马哥这上来掀桌子了，直接掏破轮了，什么歌剧演员，对吧？这祭司一放，你掏了我就破轮，还带个金身。但上来的话是针对阿策的木偶师，木偶师这边阿策走位有点妖啊，哎，这空地里面玩不过，算了，那先切形态好。一刀存在感，不过对破轮来讲存在感呢也是蛮需要的，但是更需要的还是快速击倒。这里的话第一波能滚上吗？滚上的话一刀能带走，只是你没有闪现呀，这夹子夹中了，直接交了一轮路易，再补个夹，好，洞先打掉，可以压一刀，哎呦我去，那这个击倒还是不够快啊。木偶师操作这边马哥等于说没有抓到什么比较舒服的机会，野人上猪要下来悲观把他打了吗？悲观打了抓野人，悲观打了抓野人，他如果两滚的话呢，悲观打下来把野人抬了其实也还不错。现在的话等于说马哥是把求职这边状态是打下来两个，但是没有实实在在的击倒啊。二阶了，开一个，这边直接开一个戏谑也行啊，就滚上那行吧。一个悲观 CD 还没好，悲观 CD 没好，他得打一刀，打一刀人挂上都两分钟了，外面密码机都快接近三台了，抓嘛是抓了个野人，但是针对野人的话也不是说很舒服，至少我个人感觉就你第一个人抓的是野人，对于破轮来讲破轮确实不是那么怕野人，对吧？特别是我二阶了以后你野人是没有二六的，你上猪也没有用，但终究你抓的是个野人，感觉节奏上面来讲，我至少自己感觉节奏上面来不是特别好。病患来有飞轮的啊，这边的话夹子夹中一刀打人救下来，野人第一时间上猪，那看一下马哥这边怎么选择，是滚野人针对呢，这个野人有野猪移速加成，这边通缉到木偶师，马哥这把的破人说实话打的是真的好妖好飘，这边一个悲观收掉木偶师，求者这边会不会一波状态一补，这野人过来套个搏命呢，可以吧，野人过来套个搏命会出现什么问题呢，就是马哥这波会被这个搏命再拖一轮时间，而外面只剩下两台机子了，他其实挂上这个野人以后感觉哎，这边看到病患了，AK 的这个病患这波过来救人哦，这么玩的，木偶师这边倒地二挂，野人这边来救还有搏命，这波病患过来救人属实是有点没看懂啊，他确实救下来了，但是这波救人感觉因为那边野人在补状态，其实密码机是不够的，我倒不如觉得压着不救可能感觉都比这个救了好，这里的话赶过来丢个夹子压你，那边野人套下来没关系，我这边先把病患抬了，有飞轮的，哎骗，这波的话这个飞轮是顶掉了这一波悲观，那马哥有点吃亏，吸血 CD 是好的，这里的话马哥压这台遗产机，现在外面穷者是要重新起一台机子啊，这把卡子哥这个操作是有点给力的啊，这个病患残血病患打到现在了还没倒呢，这里反手过来找到阿策，阿策是个挂飞，前面有祭司的洞，前面有祭司的洞，这边莫石穿洞金身顶一个，这里好像是交了一波，哎，那个技能啥叫我一下忘记掉了，好像顶掉了这一刀，那外面的话密码机在抢，马哥这边再回头杀失距，应该叫当时应该是一波失距要躲掉了这一刀，现在求者外面的话我觉得要重新立马重新起带机子，因为木偶师这个状态现在补不了，对吧？没有队友可以给他补血，没有队友能够给他补血的情况下只能是硬着头皮抢了，
野人这边的话，下猪拔刺呢，还是说给机子压力？祭司这边被通缉到，这一局是属于非常非常罕见的一个对局。有一说一，我都没见过这样的一个破轮局，排位都很少见，能够这么奔放的来打。野人给我倒，那边人救下来的补状态，有没有什么想法去找一找这边？哎，队长莫偶师，但是莫偶师这边压了进步。知道你会来找我，压了进步，压了进步，马哥帮帮协会会长，看到了吗？看到的话，一个悲观能收，但是那边是76 80一个悲观，好的，能挂飞一个，能挂飞一个，但是密码机能点亮。开门战的话，手里有一个金身，但是求生者现在是三人在场，并且还有不过这大洞好像没什么用。看一下卡子哥过来了 ，AK。机子点亮，有洞，点亮穿洞这边，哎，这个洞跟过来秒野人，秒野人是没什么问题。野人说我上猪，哎，吃甲一刀，好，马哥马不停蹄，这马不停蹄还怎么说？毕竟野人是有自己的，两边通。这个大洞两边通有点处理不掉了，应该是平了啊，应该是平了。嗯，拖一轮时间，拖一轮时间。马哥看到，哎，赶紧回头。野人这边的话，自己是60。野人这边如果起来的话有猪，但是有戏谑，野人走不了，有戏谑的滚一下，一个戏谑，一个悲观。野人一句，哎，冲，哎，等会儿。没有选择跳地窖吗？悲观下来，这边祭司给动一刀，哎，跳地窖好像好一点吧。这一波没有选择跳地窖，而是过来补洞冲门。嗯，为什么不跳地窖？可能有他们的理解吧，就是这边祭司可能能给到一些洞啊，但这把的话真的属于是非常罕见的一个对决。